好，我们看第四题，他说 P 点坐标点影 ，Q 点坐标点影，求 P 到 Q 的距离。那两点之间的距离，我们讲过说两个 x 相减的平方加两个 y 相减平方加两个 z 相减平方开根号，所以你把它算一下，二减一就是一，一的平方是一，负一减一就是负二，负二的平方是四，五减三是二，二的平方是四，所以算出来答案是三。